我来帮你开，我来帮你开。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想吃巧克力，可是这个袋子好难撕开哦。讨厌，还是打不开，因为我还小，力气不够大，所以撕不开这个袋子。没办法，只好找妈妈帮忙了。妈妈，帮我开这个。给你，要说什么啊？谢谢妈妈帮我开。不客气。真不甘心，我也想像妈妈一样，唰的一下就撕开了。看来大人有时候也会遇上超级难打开的东西。等到明天或是后天，我再长大一点，我一定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打开任何东西。啪！我自己想打开的东西，还有大家想打开的东西，我都会帮忙开。帮我开，帮我开，帮我开这个。没问题，光光来帮你开。报告，咔嚓，刷，啵，啪，啾啵。咔啦，啾啾，砰，啪嚓，砰咚，咔嘣，啪哩。好期待哦！可不可以快点长大呀？再长大一点，我想要当能打开任何东西的开开匣，叮！让光光来帮大家打开吧。啪嚓！太好了，懂吧？这样就可以开锁回家了。啪嚓！好厉害，世纪大发现！刷啦，啪！哇，一点也不可怕。咔嚓，哐当，啪，刷。嘻嘻嘻，啪咔，虽然现在我还做不到，因为我还小。口好渴哦，来喝果汁吧。对了，今天爸爸在家，叫爸爸帮我开好了。每次我拿东西去跟爸爸说，帮我开，爸爸看起来都很高兴的样子。
爸爸，帮我开这个。哦，好哦。爸爸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开东西？是啊，一不起，还算喜欢吧。因为哪一天等光光长大了，什么都可以自己打开的时候，说不定就不需要爸爸了，对吧？爸爸，我啊，在小光光长大之前，啪咔，唰，咻，咻咔，想跟光光一起在很多很多地方打开很多东西哦，啪嗒，还有我希望可以慢慢的教小光光打开各种东西的方法，可是是因为我还小才什么都打不开啊。没这回事，这个，你把这个饼干拿到爸爸的面前试试看。嗯，这样吗？啪，擦，哇，爸爸打开了。我好想自己打开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可是现在的我还小，什么都打不开，可不可以快点长大呢？陪孩子用幽默感克服挫折感，就从打开这本书开始。加油，加油！